亲爱的，我们今天要来万圣节特别企划。噔噔，自己吓一跳。我们收到 Anson 给我们的书结，可是我们不晓得里面是什么。你会紧张吗？我觉得 Anson 很贴心，他已经帮我们画好了一个这个，对，让我们开箱。对，打就开箱，老爸招牌打叉叉。没错，我们今天是万圣节的交换影片，跟我们交换影片的有妞妞 TV、彼得爸与苏珊妈，还有陌生夫妻。每个人被指定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对。那我们今天收到 Anson 的包裹，我们是用转轮盘的方式决定每一个人要指定的主题。我们抽到的是妞妞 TV。如果你们想要看他们被我们指定了什么，记得要去他们的频道看哦。妞妞要开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收到箱子，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被抽到的指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你应该先感谢一下白板妹。哦，对。为什么要感谢他呢？在我们知道要做交换影片之后，我们一直非常的困扰，上了各式各样的各大网站寻找我们需要的服装。是。我们找破了头。真的是找破头，寻寻觅觅，从这个球找到，从那个北半球找到南半球，都没有找到适合商品。在这时候，等一下，你讲到关键字了，南半球。对，我最喜欢南半球。对，然后我们呢，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救星，就是白板妹，他们在西门町那边开了一间。救星是什么？救星就是如果你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你非常的困扰，突然有一个人出现了，拯救了你，解决了你的困扰。那个人就是你的救星，像你爸我就是你妈的救星，知道了吗？其实那他孤苦无依，毫无。为什么不？他不是你的救星，一定是你是他的救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不只是他的救星，我还是他的福星。他没有玩的。你很老梗，走开！开枪了。我们之后联络了白板妹，他非常乐意帮我们这个忙，我们隔天一早就飞去找他，解决了我们烦恼已久的困扰。我们准备了很精彩的万圣节的那个变装衣服给了妞妞 TV， 记得要去看哦。好，那我们来开箱了。好，开箱。这是 Anson 给我们的，不晓得是什么哎。我们说好是指定，就只有指派一个人，可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指派到四人份。那好了，妞妞吧。住。呀！哇！有一条蛇。我不瞒大家说，就是我们家的蟑螂都是我杀的，老鼠什么我倒也是不太怕，可我牵就是最怕的东西就是蛇。最怕的东西就是蛇。你看，我可以被蛇。你今天不要跟我算。我们收到了陌生夫妻给我们的任务，说，哎，他们好专业，他们有印章，哎。对啊，真的。Hello， 老爸一家，这次我们抽到的是鬼系列主题。为了这次的万圣节企划，我们夫妻俩跑遍了西门町各个大大小小戏服租赁公司，就为了要整到你们。哦，不对，是为了老爸频道的观众们创造更多的效果，来点福利。废话不多说，任务来了，请接招。这个。就是 Anson 每次常讲，就是他们的风格。废话不多说，老爸打扮成树精，在不可以讲话的状态下，与悠悠配合和十位路人拍照，并成功邀约订阅老爸的频道，即算完成任务。路人就是只要不认识，在路上遇到都算是嘛。第二个任务是性感又危险的蛇发女妖杜梅莎，夸胡提耶娜，提耶娜你穿。没有啦，明就你穿。哦，好啦，性感又危险的蛇发女妖梅杜莎，夸胡蔡依林与她的小蛇精体验呐，来到了好男人当一日店员。蔡依林在只会讲嘶嘶嘶蛇语的状况下，由体验呐翻译成中文，成功完成三桌点单，即算任务完成。此题为粉丝福利，性感蔡依林呵呵，祝你们任务成功。嘶嘶，我只能讲嘶嘶嘶这样。你在笑什么？好拉拉链。你今天准备高跟鞋吗？我觉得这个需要高跟鞋。我没有高跟鞋，怎么？我还有这个，这要戴在哪？手啊。我穿好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啦？这是什么？
可以吗？而且好死不死，我今天穿红色的内衣，我现在像圣诞树。红色的圣诞树，这太裸露嘛 ，Anson， 你们这样不太过分吗？转一圈看看，转一圈。这样怪。哦，还好啦。可以看我多啊，你看我的那个全部都挂在下面。你就忘记穿高跟鞋了。怎么办啊？那要戴上这个头套，这个很多蛇的讨厌的头套。这是什么？最恐怖的镜、子吗？想要看我长怎样？你要打什么？哈哈，操！我觉得你的皮肤很正常。我觉得你就是成像穿了一个很咖啡色的那个衣服。现在重点是你配件之后穿上去会怎样？我配件，穿一下配件。你贴反了啦，谁看得懂啊？那个宝一样是贴头上的啦，我是套头的、哦，这样子啦。你看它像，有点像那个。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是咖啡色，就不会觉得怪。那就以这个是贴这里的。今天影片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我觉得我偶包很重。我觉得今天影片结束之后，大家都退订了。我觉得我偶包，我讨厌。我觉得你好笑。你有明白？哎，我他是比我好笑。对。我觉得你家去烧肉店吗？你觉得员工看到我会怎么样？会踢掉。就会觉得老板不正常。你觉得员工看到我会怎么样？好的吧，你去烧肉店，你只能发出嘶嘶嘶的声音。对，这个是套在脚上。你有没有被苏金非礼过？走开呀！你好烦啊！滚！然后任务是什么？他是比我好笑的。你比较普通。我比较普通，对不对？忽然觉得我很正常吗？我觉得我现在遇到一个困扰。哎呀，帅到不要不要的，没办法看自己。我想要尿尿。不是，他没有石门水库，这样子很，这样尿尿很不方便哎。非常不方便，不方便。我幸好我可以正常尿，这样素净都不能尿尿，不然很麻烦。悠悠，你的原你有装饰物喽？介绍一下你的装饰物。我的装饰物就是很多蛇，我们就要去好男人了。对。怎么弄啊？就这样就好了。我最讨厌蛇。哇，现在新店蔡林，我刚换上了高跟鞋，还有店里有一双备用的，我们店长的鞋子，我穿上了它，因为我怕那一根一根下面的毛弄到地板。其实我们很少业配自己的店的，对，记得要来吃好男人烧肉。如果你喜欢今天万圣节的影片，记得要来吃好男人哦。好，那我们要进去了。那从进去以后，我们两个就不能讲话了。对，从进去之后，我们两个就只会，然后老爸只会这样。停啊，停啊，我。你就要说，他是问可不可以跟你拍张照，然后又有落发的这样，你就要说，他是说要记得订阅他的频道，可以吗？嗯。嗨，我们从第一桌，有小朋友的地方走。好，接下来要交给你了。对。那真的可不可以跟你们拍一张照？可以。2、3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哦。他问你可不可以跟你拍照？好啊。你为了他的频道才牺牲的吧？整个牺牲大到不行。来，1、2、3，好 ，OK。我要三个人。你要三个？你要十个？我要十个。
配合度很高，配合度很高。今天要他说的可不可以跟你拍照？可以啊，可以耶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好，看这里哦，一二三，好。好，又换你了。你看你要看到什么？记得订阅老伴的频道。好，订阅、按赞，还要按那个铃铛。专业。我已经三个我完成了。你完成了。跟三个人，然后要这样合照，可是你要十个人订阅你的频道，所以接下来换我帮你拍了。接下来我了。对。其实我其实要等到十个人按你的订阅，我觉得有点紧张哎。加油，你一定可以。真的吗？可以。好，那员工也可以啊。员工，我可以找我的员工吗？不行，他们已经订阅了。然后悠悠，你等一下负责帮爸爸翻译，找到十个人订阅他的频道。真的还假的？对。十个人哦，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可不可以跟你拍照？哪有什么问题啊？要拍一百张都可以拍。一二三，啊，谢谢。哦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要订阅，要还有一件，因为你要跟他讲，要订阅老伴的频道。真的哦，那你帮我搜寻 YouTube 是哪一个？你要收集到十个人哦。那就。OK 了，谢谢。Okay, 谢谢。来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姐姐今天生日。哦，姐姐今天生日，请喝哈。生日快乐！哦，昨天啊，刚满十八岁。对，十八岁。对。我也是这么小，十八岁。我也十八岁。啊，他今天十八，他今天十八。对，我都十八岁，女生就是都全部都四舍五入，你懂吗？就十八。都十八，过了十八之后还是十八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又还差九个人。订阅，我是老爸。耶、yeah, ，完成了，两个人，好棒哦！可以抱一下吗？好了，不要，好抱一下。谢谢。天哪，已经在进行第三个了。第三个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耶，三个人了。三个。耶、yeah, ！本来就有订阅，本来就有订阅，四个订阅是啥？是啥？你有没有订阅？哥哥，有没？还没。现在快点！哎，你要？还有，现在你长得好帅啊！哇，谢谢第五个。第五个，我们已经集到五个人了。记得订阅。订阅什么？频道是什么？你要跟我说吗？老爸。老爸，我要打老爸。好，你等我一下。看这个，这样就有了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记得订阅老爸的频道。好啊，好啊。大家按什么？你要按什么？大家怎么按？按老，打老爸。打老爸，好，订阅了。对。赞就好了吗？嗯。赞。赞，谢谢，好的，再见，谢谢。我们完成七个，我们已经七个，还差三个了，还差三个。记得订阅老爸的频道。好，可以啊。那个吗？应该是可以了。谢谢。第八个，差两个，最后两个。差两个耶，快完成了。是老爸。老爸。第一个，好，订阅。耶，第九个，最后一个了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了。在这里。已订阅耶，第十个完成，恭喜。恭喜，我们都完成了，我可以摆脱束筋了吗？对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做影片结尾。Anson， 明年的万圣节，你给我小心一点，你最好给我小心一点，我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你。见面结束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就右转边也要订阅哦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你有多久没有穿高跟鞋？素金鱼蛇妖结合 ，Come on！ 我觉得这超瞎的。大素金也不错。不是因为就下雨，没雨伞，这样还是可以稍微避个雨，你知道吗？